是春秋。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，以蔽之曰思无邪。孟子所谓说诗者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考经指归而见毛，正之得失，曰毛之传喻，简或寡于义理，非一言以蔽之也。正之间欲详，或远于性情，非以意逆志也。是可以无去取乎？其学春秋有左氏纪之详，得经之所以书者，至三传之异同，均有所不取。曰圣人之义起二志耶？读庄周孟子之书，曰周善言理，未至于穷理。穷理则好恶不谋于圣人，孟可是矣。孟善言性，未至于尽己之性。能尽己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而可与天地参，其为圣人乎？天何言哉？性与天道，子贡所以不可得而闻也。昔载我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曰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，为不言，故曰不能而已。盖言深于不足者也。其讲解议论皆若是。有诗春秋说各三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妻子玉鼎州司礼参军，升湖州归安主簿，是讽。